香港平均每年有620个失踪人口，都是找不回来的。被识破身份的卧底警察。你们还要不？这多间睇眼都能打得见，后背扎间跟靠婆婆。为求钱医治女儿的狱警。我救过多少人的命，知不知道？我那一个人的命，就我自己有什么问题？吴京、张晋、东尼加，最受期待的香港动作电影《杀破狼二》，未来电影台，请力出击。